大家好，我是老童。今天我和 Danny 又来了海边了，现在还有一点太阳，我感觉这能钓个两个小时。这里现在很多人在这里钓鱼，来看看我后面，好几个，外面也有一个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好了，开启了，看看运气怎么样。好了，开钓了。整整四点半，今天你勾了一条，看看是什么鱼，应该好像是 Bream， 看样子，看它那个干的水里。啊， Bream， 哇，挺大的辣鱼啊，哇，挺大下哇。哎呀，要不用浮漂，浪太大了，有浮漂估计都沉不到底上，就绑一个铅锤就行了。好了，换了一个铅锤，看看。这个铅锤可能还要换大一点，太小了，叼了一口，又没动静了。看看沙还在不在，还在呢。勾到了啊，勾到一条。掉了，哎呀，勾到条甩咗，哎，好大噶呢条，好重手啊，哎，勾得唔实啊，咁都俾佢甩咗，哎，晒晒。勾唔到，头先嗰条大嘢嚟嘅，哎 ，Danny 又上了一条辣鱼，挺大的，有个28斤。哎呀，我可能粒圆太轻，唔系啊，我好细粒噶啦，好，但系嗱，我比你个细好多啊，仲，所以就并出去，并出唔得，系换咗个粒先得，又要，咋？系啊，我要换翻你粒咁大先得。Hello， 得啦。勾到一条啊，小黑毛，算了，这么最多25左右。
翻头回去。勾了一条，好像挺小一样的。腊鱼。啊？小腊鱼。塞死是够了，这条看样子是。塞死是够了，我就把它拿上了。25的够了。YouTube name? Yeah. You go to YouTube? Yeah, yeah. And show me. You have the mobile? No. No? So it can't. You can't? Yeah. In the mobile.在这里钓鱼的两个小伙子，其中一个问我要油管的名字，我本来想把手机拿出来给他看一看，但我也不想他知道我的手机放在哪里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哎，还是算了。你又钓了一个 bream， 哇，挺大的这条，有28-9。勾到一条，不大，勾到这条啊，来，不认，仅仅够而已。25-6左右。哇，这个不止啊，有27-8了。对，问店里要了一个沙，钓了两个。我今天带的这个是鱿鱼，不怎么吃。我把鱿鱼沙勾了一起，他把沙吃了，剩下鱿鱼。看来还是沙比较喜欢，用沙肉。最后一个了。哎呀，冇勾到，好好猛啊！嗰条黑毛啊，应该勾唔到，哇，掟到好猛啊！支竿就断咗咁滞，咦、哎？哎有啊，黑毛，小黑毛，用这个第一条，用鱿鱼钓的小黑毛，这条很凉啊，胖是挺胖的。这条可能够了，刚才那条太少，这条仅仅够吧，这条应该够了。哎呀，钓鱼的人几乎都走完了，就剩下我和店里的还在这里。其他的全部跑完了，这里没人了，都跑完了。
太阳下山了，好像现在也没什么鱼咬。这个鱿鱼好像还是不是很喜欢吃，丢了两次又不见了，好了。天一下子就黑下来，准备走了，总共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。哇，看看店里这个，哇，店里这个冰好大呀，三十几个有。三条鼻涕呢？三条不是，哈、啊，我没有。啊？没有，我有三条啊。你不用给我、哦、我也三条。现在我看看几点，6:20，6:20啫，黑成咁啦都，个天都黑晒啦。今天的温度不是很高，只有20来度。哎呀，好在带个电筒，有个头灯，几乎看不见东西了。哎，刚才应该回这里钓一下，回这里钓我说，看看这里有没有活虾，如果用活虾钓不用是最好。没有活虾，可能不是这个时候。这里有一个河豚、鸡鲍鱼、鸡鲍鱼。啊，水有点凉，现在可能是14-15度外面。哦，有一条小鱼这里。好了，还有不知道没有啊，扎眼的看不到一个。